一，最好晚点遇见你，余生一直都是你。二，我们想要的爱情不过是一个你，一颗心，一心一意，一辈子。三，明明是你先靠近我的，可是最后舍不得的人却是我。四，明明喜欢却要假装不在乎，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。五，我不主动找你，不是因为你不重要，而是我不知道我重不重要。六，最让人羡慕的不是有很多人追，而是遇见一个不管怎样都不会放弃你的人。七，我想要的爱情很简单，我说话时你会听，我任性时你会爱，我需要时你会在。八，若余生来得及，你是我所有的不介意，所以我宁愿对的人晚一点再遇见吧。九，一生只谈三次恋爱最好，一次懵懂，一次刻骨，一次一生。十，和你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未来，陪你走完这一生，彼此温暖，互不辜负。十一，就算无人所爱，我也死性不改。十二，从来都不坦荡，情绪全写在脸上，不开心的时候不爱说话，笑也很勉强。十三，喜新厌旧不是病，不断原谅的人才有病。十四，得不到的东西就放下吧，每天想着念着不心疼吗？十五，总会遇到了一个人适合你，不用刻意迁就，可以任性撒娇，相爱并且默契。公号情话甜剧 sweet666 的晚上更新原图，我可回复当天日期拿原图0628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